国土行动阵线早前宣布，创始人敦马哈迪会在佛罗交易首土。今天在公布七名斗士党候选人名单当中，敦马的儿子纳杜斯里穆克里会捍卫俄伦国席，至于斗士党领袖纳杜斯里开罗丁则会出战地地旺沙这个焦点选区。值得关注的是，国土行动阵线和国盟的合作谈判也有了一些眉目。Kita bagi dua hari tempoh pasal kita akan putuskan segala-galanya pada 2 bulan. Kita tentulah sesuaikan calon-calon itu supaya tidak ada timbal tindih antara calon-calon pejuang dengan Perikatan Nasional。虽然国盟总秘书纳杜斯里韩扎在努丁前天才说双方还没有正式的合作谈判，可是在今天宣布候选人的记者会上，国土行动阵线说韩扎就是其中一名谈判代表。敦马在记者会上表明，国土行动阵线估计会上阵超过100个议席，目前还没敲定要在柔佛和沙巴上阵哪一个选区，如果有了答案，出征的席位会超过120席。另一方面，拿督阿米鲁丁韩扎也会在古邦巴素寻求连任。